来，欢迎回来我的帕鲁大师之路的第二集啊，第二集。那在上次我们第一集的时候呢，刚入坑，然后新手开局之后呢，然后就抓抓宝，然后去单挑了一下圣猛犸，然后被秒杀。那大致上的这个游戏在一开始的时候啦，就是一些小玩法大概都知道了嘛。那我自己在昨天私底下大概玩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吧，然后目前等一下先介绍一下我的家园啊。这个游戏的话，目前来说第一个啦，就是要做的事情啊，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终端啊要继续升级。那升级的话，他都会跟你讲要升级到哪些东西这样子，他会跟你讲要制作哪些的那个工具，然后做完之后呢，你就看到我的家徒四壁的家啊。来，等一下介绍一下我目前家徒，真的是家徒四壁哦，我是连墙壁都没有的，这是我先建造的一个临时避难所啊，我到时候去建造一下我比较漂亮的家好了。目前的话还是在这边，那我这边探索的话已经到这个高塔的入口了。那等一下先介绍一下家里啊，介绍完之后我们去抓宝，然后先把右上角的那个教学那个30只帕鲁抓完，然后把那个等级弄完，那我们就可以去挑战一下高楼高塔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好了。OK， 那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家吗？哎，你在这干什么啊？先介绍一下我宠物好了。来，先介绍一下宠物。那目前的那个我是6级嘛，所以它里面的那个帕鲁可以有6只，分别是皮皮鸡啊、米路飞，然后星夜猴，这个很像火爆猴，然后导弹猫，还有那个胡小象，然后还有绵悠悠，这个是我到处去抓的这6只，想说6只不一样的东西。OK， 然后这是我的家啊，它这个床吼不能在露天那个、啊，它一定要在那个有屋顶的地方才能睡、啊。我的天哪！所以要先建造一个屋顶啊，然后家徒四壁的感觉。然后床的部分的话，床在哪里、啊？哎，我的床呢？哦，劣质床铺。哦，来了啊！有没有正在帮我打造我的可爱床铺当中？看，这游戏真是超有趣的，你把它当无人岛物语玩就好了。然后睡觉。哎，真的可以睡觉啊！哦，所以度过晚上的就是用靠床哦。哎呀，这么方便哦！啊，早说嘛！反、啊、正我这个床是歪的，就是好。然后你可以造楼梯啊，你可以上二楼，有没有？上二楼这样子。然后平常的时候会搜索到一个蓝色的那个东西，它这个东西可以强化那个自身的这个东西，这个翠叶鼠的那个雕像，然后可以升级这个捕获力。然后它本身自己好像也可以那个吧，也可以强化帕鲁，它的那个能力也可以强化啊，你可以去养成。然后这个一看就是路卡利欧，有没有？路卡利欧，这个真的太像路卡利欧，这个真的说不过去啊，这个真的是不行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啊，所以今天啊，这个篝火，然后哎，太空腹了啊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啦，那个当自己家啊，当自己家。然后这边有那个木材，你可以随时不用去外面找啊，不用去外面找，你可以自己在家弄啊，9999个挖完之后就没了，这个也还不错啦，至少你不用每天去外面找你的那个。然后这个是矿石啊，不对，不能直接敲，直接敲是他那个命会没有，哼，我忘记了。哦，是 IF 啦。好啦，就这样吧。那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？看一下，我们去先把30只抓完好了，然后再把这个据点升到7级。看一下这个粉碎机，我们要造粉碎机。粉碎机的话，看一下哦，粉碎机在哪里？哦，这个木材要50个。好，那我们先把木材搞定好了。好，搞定。那我们来做粉碎机好了。哦，这。这边整个都是我的家，来做个粉碎机啊！不知道这粉碎机可以干嘛？哎，三个过来啊，过来帮我打枪，有没有？来帮我打！哎呀，好可爱啊！啊，好，搞定啊！粉碎机，这个哦，它可以用石头换这个哦，用交换素材啦。哦，那也没什么用，好吧？呵呵，好啦，那我们把那个终端帕鲁升一下哈。哎，终端帕鲁升一下，好，升7级啊，升7级，然后里面一样可以塞帕鲁。哎，来这个，我的这个企鹅碗，企鹅碗啊，总共7个不同的。好，然后其他这都不升了，那我们再去上面那个帕鲁去找一下好啊，我们去传送好了，我们去传到不一样的地方。好，来了啊，我们这个高塔啊，雷恩猎盗集团的高塔，应该是这个吧。来看一下这个雷恩猎盗集团的高塔，时间限制10分钟。
不知道，呵呵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这个什么？哇，雷恩集团的高塔。这是什么？嘿嘿，这是雷电送。这该不会小霞吧？哇，帅啊！他刚才该不会是 PK 的吧？真的可以单挑？干，我超想玩宝可梦单挑的游戏的。哇，你可以坐，他可以当坐骑哦。哦哟 ，PK， 若乙，他是若乙，哦，真的是 PK 呢，去吧。哦哟，哦，这太嚣张了。错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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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，我应该拿远距离的武器才对的。干，怎么不痛啊？我好痛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毛茸茸盾牌，哇，又死了！哎呦，杀回了！等一下，干死了！干你跟个龙猫一样的东西！哇，好强哦！干我装备又掉了，啥玩意儿啊？看，丢了！哦呦，看你好吃，怎么那么痛啊？哦，他妈闪远一点，闪远一点，闪远一点。好，嘿，发射，发射，加油，撑住，我的绵悠悠，撑住。哦，我的绵悠悠好痛，撑住，我的绵悠悠，撑住，我的绵悠悠。等一下，你怎么跑过来了？等一下，大哥，大哥。哦，他放招，他放招了。哦呦，我看你老师。哦，这什么烂招啊！干嘛他有三万的血，这怎么打啊？我是要打他上面那个人吗？我就撑住我的绵悠悠啊！死了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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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只绵悠悠！哦呦，加油！我这不现在打他打两千血。啊，这个人会比较强吗？哎，干他人又来了，等一下啦！干他不会痛嘞！哦呦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打得赢？这是正常的难度吗？哎，这有新的宝可梦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羊驼吗？哦，这好丑哦，这什么？哇，十级呢！哦，不痛嘞！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大哥，等一下啦！哎，我的绵羊又丢他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撞他，没错。哦，好不痛哦！撞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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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！死了！我连外面这个垃圾都会死。哎，我的绵悠悠要死了！哦，这是一个狂死之旅吗？好来，我们复活了啊！我们再来抓一下，好，去吧，绵悠悠！我们今天一定要抓一只鹿才行。哎、这太嚣张了！你们这两只十一等的太嚣张了！哎呦，跑！刚刚把我干掉，你们现在会跑？干他妈真会跑！超近路，攻击，攻击！他的血多少？哎呦，会撞人啊！加油！哎，我操，这什么招啊？这怪招！哦，好痛哦！干！好来，准备开打咯，啊，先找我的宠物出来帮忙一下。好，射！哇操，14滴血，这太低了吧！哇，这个打民国几年啊？撑住，绵悠悠！撑住，绵悠悠！你是最强的绵悠悠！
怎么才200滴血？我的弓这么废吗？哎，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啊？哎，不要打我！我靠腰，撞他没有用。有，我感觉这个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你把人打过来干什么啦？哦呦，还好树挡住了。哦呦，你这个笨蛋没有用。干！我先丢一颗球看看好了，几率6%，试试看，6%几率。哎呦，靠！完了完了，他会不会生气了？干他真的生气了！哇，他真的生气了！你这嚣张的家伙，干！干他真的生气了啦！撑住，别悠悠！哦，这么容易生气？哇，你这么容易生气？你妈是？我干！你打就打，你打我的迷悠悠，干嘛要吐？哦，我哎呦，躲在树后面好，躲在树后面好。哦呦，躲在树后面好，躲在树后面好。撑住，撑住，迷悠悠！我敌，我看好痛哦！啊，死了啦！等一下！来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来，米悠悠，配合我，发射，开，加油，米悠悠，你是最强的，把我撑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！哦呦，看没丢中，丢，看他把我弹开，看。你先飙过去，你先飙过去。干我他妈就不信，就绝对是你了！靠，干，好废哦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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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撞他撞他撞他！我肯定要死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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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我躲在石头后面，你总不打不到我了吧？哎呦！妈的还他这个还追踪的啊！我没有剑了，靠！干我不会要进去跟他打吧？算了，拼了！哇，还没弹开！哇，弹开！你怎么那么会弹？抓11%！干不行！再来，靠！丢！数量取胜，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40%？哎，99%，100%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来哦！啊，对我没有剑了，哇，那我真的只能单挑哎！哇，你这白痴，你开战的，等一下啦，你把人家吓跑了啦，白痴！完了完了，人家不爽了。你这白痴！你算了，先抓了，21%，干果然不行，丢，干没中，别跑别跑，抓，25%不行，抓，哎呀，撑住撑住撑住。撑住我的绵悠悠，33，60几，90几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哇，我有路了。那回到我们的营地之后呢？啊，我们的宠物就在我们的这个帕鲁里面。那我已经把它拿出来了啊，可以看到一下我的帕鲁，有没有？疾风鼬啊，哇，极旋鼬啊，哇，龙属性，哇，超可爱的。啊，我决定要那个主养它。那他是我的第一个太古的，然后刚刚这个啊，我们的那个紫霞鹿，来，我们直接叫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决定是你了，极旋鼬，哇，他真的是鼬哎，来，他可以帮我一起那个吗？哎，好可爱啊，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跟泥鳅一样？好，回来，
好 ，OK， 然后下面一位啊，这个紫霞鹿啊，为了他我也是死很多次的，就决定是你了，紫霞鹿。哎呀，感觉就很有搞头啊，紫霞鹿。哎呦，他在干嘛？哎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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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对这个树有什么意见吗，大哥？哎呀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好来 ，OK， 就这样啊。我觉得这游戏真的越来越好玩啊，但是要花很多时间啊，这个真的要花时间去打素材，就玩那个无人岛物语是差不多的，只是它自由度真的很高，然后画面很好哦，真的很不错。好，就这样给大家做个参考，那喜欢的话请支持一下，我是炫劳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人再见。